这个蒙古南极群狼啊，打不过曹操，满头跑了。上天无路，上地下地无门。上天追到你凌霄殿，下海追到你水晶宫。哎呀，来，刘备追的没处可逃。说出国混个绿卡子，戴景琰也给弄回来了，跑不了，都得给你弄回来。刘备可惨了啊！天下之道，唯有刘备的一追之地。最后刘备惨到什么份上呢？与东吴孙权联姻结亲了，娶了他妹妹孙尚香，成为亲戚，从东吴借荆襄九郡，战役安身。有这么一块地儿，我待着，我还跟人借马腾就行了。这刘备，哎，你天涯沦落，何不来投我呢？我马腾在这西凉一带的势力多大？到了西凉，曹操拿我无枝奈何，没法动我。我有一天到一定机会，我一定要挥兵杀向许都，灭了曹操。但是呢，是这么一说，两方啊路程太远，曹操也想灭马腾，但是鞭长莫及，两方谁也没有那个能力啊，远征把谁剿灭了。马腾就是曹操一个心腹大患，但是不是最大的心腹大患。东吴孙权，荆州刘备，这是曹操的心，一块心病，眼中钉肉中刺。为什么呀？他知道这两个人素有大志，有能力。马腾虽然说这个兵多将广，平庸之辈，曹操当年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高度评价过刘备，当然那一次对孙权的评价不高，但是也没什么点滴。所以这个两个人是他的心腹大患。曹操始终想南下灭东吴，灭荆襄刘备，但是又恐马腾在身后，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操不敢给，苦恼非常。曹操手底下有一个名士，大谋士荀攸，给曹操出主意。丞相，这个事不必忧虑，我有一计可解曹丞相后顾之忧。曹操一听就高兴了，哎呀，先生你有何计，快快到来。您啊，请天子下一道旨书，招马腾入京。别介，他老想来攻伐我，怎么还招他进去？哎，您不要攻打东吴吗？请天子下诏给马腾升官，让他来到许昌，让他领兵攻打东吴。到时候到了许昌，可就不由得他，您再把他绳拿索绑，开刀问斩，解您心头大患。曹操一听好主意，让人备车到了皇宫找汉献帝。我写招马腾，怎么那么轻松呢？汉献帝惧怕曹操，唯恐速避之不及，望而生畏，言听计从。要怎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平常曹操什么没法出面办的事儿，不好意思说的话，汉献帝来给我说，给我办，全给办了。这回派这个使官拿着诏书到了西凉，召马腾入京。马腾一看这诏书，天助我也，我等的就是这机会，早想提雄兵剿灭曹操，没有机会。为什么呀？许昌有天子，我带着雄兵百万没有理由师出无名，天下人误我一个谋反，这怎么办？何理而攻之，我受不了。这回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天子下诏了，去。但是转念一想，许昌必定是曹操的势力范围，然后到了那里，曹操加害于我又怎么办？不是傻子。转念一想，哎，我顾虑这干嘛呀？曹操也得考虑考虑我的实力。我现在跟他不一样，跟你剿灭那些人，拥兵十余万，那枪兵磨砺，就算我只身去往许昌，你把我绳拿索绑，你敢吗？
我是马超马孟起提雄兵不攻打你许昌房，到时候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时候，所以不放在心上。他与这个自己的长子马超还有这个西凉太守他的结拜兄弟韩遂交代好以后，因为这是进谏上许昌啊，还没有升官，真正升官到那儿皇帝才升官，所以呢带兵无名，只带了这个5000随从到了许昌。果不其然，到了许昌，曹操从来不按规则办事，要怎么雄才伟略，下得绳索把马超绑起来，绳拿索绑，几句话不对付马腾啊破口大骂，几句话不对付开一刀问斩。马岱也就是马腾的侄子冲出重围，把这个马腾的死讯报告到西凉。马超得知消息也都快哭死了，指着许昌：曹操啊曹操，为你一天二里恨，三江四海仇，定要提雄兵剿灭你贼曹，领10余万雄兵，都是枪兵啊，攻打中原的西门户潼关。在潼关曹操不能坐以待毙，也领雄兵10000与马超会战于潼关，双方对垒。您听了，在人数上曹操占优势，10000对10几万，但是战争的初期曹操可吃了大亏。为什么吃亏？首先从单兵这个素质上来说，西凉多一半的人呢是枪兵，骁勇善战，战时为兵，平时为民，人家打仗司空见惯。从古至今咱们就这么想吧，大多数这个中原农耕文化的人，这个兵士战斗力论单兵作战不如这个南北少数民族，因为他们未开化打仗嘛，这是一点。二，装备上不如西凉兵，西凉产兵马，古代大规模作战集团作战，马是机动性最大的。您看咱们中原自古以来，反正我个人认为啊，我不敢说那个证据，中原不产好马。您看所谓有名的这个中原产的马，又矮又小又粗又壮。哎，于老师养的呀？于老师那真是欧洲的马，那个有观赏性。中原产的马适合什么呀？活动力运东西，耐力行，速度不行。越往西越产好马，从中国新疆往西都是有好马。在土库曼斯坦有最著名的汗血宝马，也叫结晶马，中国人对之神心驰神往。再往西到阿拉伯有阿拉伯马，那是表演马，跟军马漂亮。再往西到欧洲，英国呀法国那就有世界最著名的跑马速度马，这个纯血马，一个马比一个马好，都作为战争初期作为战争用马，所以马上机动性曹操吃亏了，兵器也不如人家。西凉兵用的都是长枪大梭镖，没有那个装饰，什么毛啊圈啊雕刻也没有，实战大杆子上面一个大枪头，出土的文物证明4米多长，这是最短的，最长的到7米。怎么拿着呢？不是照咱们这么拿的，这拿不住，夹着，夹着后边1米多，前面5米多，大集团往前推进，你骑马再快冲不过来，杀伤力非常大，所以楚军曹操吃亏了。但到最后这场战争，曹操胜利，马超失败。马超失败在何处？几点？一，马超打仗单纯崇尚武力，我本来有本事，我能打，只讲砍的打呀杀呀，没有谋略，战将没有谋略那注定失败。二一点，马超没有能人相助，还是谋略，你即使没有这些谋略可以请人帮你出战，没有军师。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他知道军师的重要性。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马超这人生性多疑，对谁都不信任。他一开始
单方面攻打曹操。后来他的叔叔马腾的结拜兄弟西凉太守韩遂也领大兵帮助他，按说实力雄厚了，应该战胜曹操，反而被曹操所败。曹操利用了马超的这个疑心，离间了韩遂跟马超。我说见韩遂怎么？原来曹操跟韩遂啊同朝为官，长他五岁，都熟悉。后来反不成仇，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们可以私下里不打仗，就交流交流感情。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韩遂。韩遂一看，曹操字不错，今天怎么写成这样？挺整齐，但是呢，重要的地方都给抹了，拿笔抹了，这什么玩意儿？他还没看懂呢，马超发现，马超疑心病犯了，怎么着？你们里应外合，商量计策呀？重要地方都抹了，不让我看，这是你韩遂抹的，生疑心。最后，曹操战胜了马超。曹操战胜马超以后，马超大败，逃奔陇西。无处可走了，曹操美高兴，声波远方都知道曹操厉害，素有大志，扫清六国，席卷八荒，瞅这气势。曹操派自己的心腹大将夏侯渊镇守中原的西门长安，自己休息了几天，领得胜之师回许昌，报喜信，报喜信。到了许昌城外40里，安先帝跟那儿等着。迎出城外40里地，多高的荣誉！皇上出城迎接臣子，奉上美酒犒劳三军。这还不算，汉先帝亲自拉缰坠马，给曹操拉着缰绳，太高的荣誉了。曹操安然稳坐在马上，虽然走了几步，但表示汉献帝对曹操的这个尊重。来到城中，大排宴宴，犒赏三军。曹操从此是今非昔比，更加厉害。到什么待遇？原文上写：“这个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有如当年汉朝开国元勋萧何大丞相。这句话什么意思？战败不明，过去有规矩，汉朝的时候严格，大臣拜见天子，把那一跪，旁边有一个唱礼官，唱出来你什么官级，什么名字，家乡何处，就一些资料，这是对天子的尊重。曹操不用，不用别人唱。入朝不趋，你叩见天子，你得赶紧的，往前紧跑两步，给天子行礼。曹操不用，慢悠悠可以走。最后一样，见履上殿。过去文人啊或者武将都有佩剑，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曹操上殿，你甭管多有多大功绩的老臣，多高的资历，上殿都得脱鞋摘剑。曹操不用，穿着鞋拿着宝剑。上殿站在汉献帝旁边，有如汉家另一个皇帝。从此以后，曹操不上朝了，所有军国大事在他自己的相府里决定。文武百官来到相府议事，国家的决策全是相府传出。曹操扬言要下东吴灭孙权，去荆襄剿刘备，西出汉中灭张鲁，到西川杀刘璋，剿灭天下，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成就王霸之业。这话都传出去了，就是我要统一华夏，把你们这些割据势力都扫灭了。这话传出去了，吓坏了一人。谁说的？别人说的可以，曹操说的一言九鼎。曹操实力雄厚，动不动提雄兵就是几十万，谁不怕？这消息传到这个关中，关中之主是谁？张鲁，三国时期非常有名的一方诸侯割据势力，
坐领关中。嗯，关中就是在中原以西四川以北这片广大的地区，秦川八百里嘛，就是这儿。张鲁已经在这儿镇守了十余年，非常安稳。张鲁名头不小，人家家世代这些祖先都了不起。首先往他祖父来说，您可能各位有熟悉的，他祖父是张陵，后来有人称为叫张道陵，就是创造中国道教的初祖。他爷爷是道祖，创立了五斗米道，现在传道已经是60多代，当然是解放战争时候落到台湾了，现在比较乱，大概是64代、65代，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张天师，头一代他爷爷张陵。人家有规定，这个教派五斗米道，你只要入教拿五斗米来，有病看病，没病消灾，然后念了这个他平常的这个些就是习作呀、啊，让这些教徒念这个老子五千言道德经，这样可以赎罪，也可以什么，反正就一些宗教的说法，越来教徒越多，宗教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有一个规定是说，张陵往下他的子孙每一代中出一个杰出的人物接替他作为这个下一代的张天师，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他儿子叫张衡，不是那个汉朝那科学家地动仪的那张衡，也叫张衡，人了不起，第二代天师。张衡死后传给张鲁，张鲁定居汉中，哎，传播道教，教徒越来越多，教士越来越重。张鲁父子呢，在汉中这么多年口碑不错，本身他这身份也高，一是他是道教大教主，手下有几万教徒，二是他朝廷有册封。一开始啊，汉中这个地方有地方官，后来张鲁这个宗教势力越来越大，朝廷控制不住了，干脆招安，给他一个官职，叫汉宁太守、镇南中郎将，官职不小，还是教主天师，口碑不错。哎，平常啊，花钱啊，赈济这些灾民，冬舍棉，夏舍单，口碑非常好。平常呢，在这个张府门外呢，定时的还有这个粥棚，说是粥棚，其实里边有啊，有菜有饭有肉，随便来的人到这儿就可以吃。只要说一声我信教，我拜神，到这儿就可以随便吃。但是随便吃随便吃，不可以拿走。可能现在的自助餐就是张府发明的，但是也没有考证，是不是？哎，张府坐镇汉中。手下有几万之众教徒，还有几万兵马，但是听说曹操来攻打，吓坏了。曹操那个实力谁比得了？灭二元平吕布，听说最近又杀的马超大败，我比马超如何呀？马超十几万枪兵呢，能中断战就败了，我这还保得住吗？召集众家文武商量开始怎么办。哎呀，张鲁是愁眉苦脸，正在无奈之时，听旁边有人大笑，张武一听就急了，说他什么时候你还笑出来，扭回头观看，这要别人张武就把他轰出去，甚至让贾氏毒打一顿，抬头一看气消了一半，谁？这人长得也挺有特点，挺魁梧的身材，脑袋挺大，挺秃，单眉细眼，嘴挺大，还歪着。此人姓严，不是严，不是我师哥，叫严普。严普是张鲁手下第一大谋士。张先生，事到如今如何发笑？哎，主公，何必忧烦？何必忧烦？曹操要打来了，把咱们都剿灭了。曹操不还没打呢？就这句话，张鲁差点跟他急了。打还没打呢，打了咱们爷们儿跟那商量呢，还有那机会吗？您出个主意。哎，主公，
我看曹操虚张声势，他不可能打咱们关中。他现在的心腹大患是南方半壁江山，东吴孙权、荆州刘备，这是他的心腹大患。为什么放出话来说要跟咱们汉中虚张声势，安抚西北半壁天？他打不过来。刘备、孙权，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敢打咱们的？他刚一出兵，孙权、刘备现在人是实的亲戚，两方联兵攻打他的许昌，他连老窝都丢了，敢来吗？所以您就不用多虑。张鲁一听也有道理，不愧是我手下谋士。但张鲁转身一瞧，不对，严先生，我素知曹操雄才大略，他的最终目标是统一华夏，席卷寰宇啊。正是这时候，心腹大患是刘备和孙权，无暇顾及我关中。但是我关东过野千里，好地方，总有一天曹操得攻打呢。到那时，咱们还是抵挡不过的。我是有这个几万教众教徒可以为我护教卖力气，手下还有几万兵士，加起来也不过十余万人，怎么跟曹操抗衡？主公，这也不必忧虑，我有一计可破曹操。有何计？快快道来。曹操啊，是始终有一天得攻打汉中，攻打汉中都不是他的目的，他是以咱们汉中为跳板，再攻取西川，攻取益州，就是现在四川之地，天府之国。干脆甭等曹操借咱们当跳板攻打益州、攻打西川，咱们先攻打西川，咱们把西川主刘璋灭了。咱西川什么地方？天府之国呀，物阜民丰啊，那年年产的粮食不计其数，堆积如山啊，好地方，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用之不尽，取之不竭，那就是天然的大仓库、大粮仓。咱们要夺过来，以那儿为基地，为后方，可以抗衡曹操。再说西川之主刘璋爱莫无能啊，刘璋那人昏庸无才，怂着胆小如鼠，灭他一鱼三掌。到时候咱们夺了西川，再有汉中，那时候咱们甭等曹操来灭咱，咱找个机会去灭曹操，攻下他的许昌。到时候下东吴灭孙权，到荆襄灭刘备，统一寰宇。我的主公啊，我的张鲁，您可就不是关中王了，您就是天下之主，您看我计如何？太好了，有那么好吗？这张鲁什么模样？张鲁也不见得比我强。张鲁对严普言听计从，正是自尽，完全来自没错。你听清楚说什么？反正严普最近说的一句话没说清楚。包括说好，先生好计，立马胸脯拔起来了，就听你的，来人，写战书，给西川刘璋送去，让他把西川给我腾出来，给我。立马就横起来了。严普一看，主公低调低调，我还没办成呢，我就这么一说，一定能成。战书传到西川刘璋府，刘璋打开这个战书，我的妈妈家老了，他还不如张鲁呢。刘璋这个人暗弱无能，真是一个鼠辈，色厉胆薄，没事跟人瞪眼睛，吹胡瞪眼睛，但是真遇见什么事没胆，而且无谋无智，昏庸无道，爱女色，把所有几乎的缺点他都占齐了。拿着这封战书，我吓得脸也白了，舌头也耷拉着，俩手嘚嘚的直打哆嗦，赶紧的敲钟打鼓，干嘛聚集文武商量这件事怎么办，人家要打来了。文武重卿两旁列立，刘璋拿战书，几位
亲儿看看吧，大伙儿仗都让打来了，咱活不了了，仗嘛活不了了。这几位大夫都怎么了？也这样，上行下效，进不了。都这样，仗都要打咱们西川了。我找众卿家、众人母，你们都是济世之才，帮主公我拿个主意，咱们头不是咱们怎么对呀？谁打的？这帮文武大臣拿过战书一看，写的，哎呀，办？传旨看，都看完了，七嘴八舌，他一嘴你一嘴，他一句你一句，这商量着。有几个这谋臣。谋臣呐，给刘璋出主意的，离着刘璋近。哎呀，主公您这厢，我几人早已商量一条妙计，咱投降。好主意。刘璋说了，你再说清楚点，没听清楚。张鲁势大，兵精粮足，几万教徒，那都是张鲁的死士。必定为他卖命，不等同于一般兵将。咱们西川那个以文治事，不善争斗。您说我主公，要不然咱们就投降吧？你说是不是？您投降以后，跟这张鲁好言好劝他，他还能给您留一条活路，不杀您的家人，不灭我们的西川，然后给您啊封个官啊，封个爵，您安享晚年，来多大人了，安享晚年。张鲁。张鲁实在厉害，但是你几人之计，刘璋一咬牙，哎呀，你几就这么办吧，也没他好。正跟这几人商量，就听啪的一声，有人拍案而起。刘璋吓一跳，怎么还打炮了是吧？一看此人拍案而起，众家文武转向回头往这边看。端桥一看拍案而起，这人呢大吼一声，声如洪钟，站在这殿里嗡响，指着这几个出主意的，你一般奸佞之臣，出此无君无父之语，卖主求荣，好不无耻，握手下去。破口大骂，这几句话呀把人吓一跳。但是扭头一看，看这个拍桌瞪眼这人，这模样更吓一跳。这人什么样？这人物太胖。这人什么样？个儿不高。行啊，我跟我一块儿打。个儿不高，挺胖。嘿，脸上的颜色有点重。哦，脑袋呢？脑袋呢？有个包。你别误导我怎么办？说书带口文的受不了啊！这也就是我的脾气。郭哥郭晓明的脾气，那我师哥你敢这，当时给你跪下。此人长了一个绝头。什么叫绝头？脑袋挺长，上高下扁，大铲子脸，跟那个刨地那绝头似的，十分凶恶。两个大扁眼睛，眼睛都眯着，挺长，但是并不大。扁眼睛，塌鼻子，翻鼻孔，这鼻子塌的太塌。哎，进去坐下，坐下，坐下，坐下。翻鼻子，塌鼻孔，这鼻子太塌了，没处可塌了。他要躺地下，下雨让能存水。我，哎呦，从鼻孔就流出来，咱俩感冒。大嘴唱，嘴比别人大出一倍。还好撇着显得更大，俩大山峰耳往前扇着你。此人是谁呀？正是刘璋手下著名大谋士张松张敏言。这才出来啊，张松先生才出来。张松张敏言一下就急了，出此无君无故之语，反了你们。刘璋一下用言公允的，别拍桌子，这都是我买的东西了，别拍，有话好好说。我们这几个也是为了咱们西川好，他们也是出主意。张鲁势大，咱们不是对手，他们出这主意也无可。哎呀，主公，我让我说您什么好？
张鲁小儿何足惧哉？他不就是几万之众吗？就是造国，他底下全是道士，都是教徒，几万教徒来打咱们，拿着拂尘，咱怕什么？几万人马一来一去，咱们要能干净点儿。怕他干嘛？咱们西川能征惯战之者，上百员名将，怕他过身呢？您怎么？哎呀，气煞我也！你再拍桌子，那是我买的，您说出主意那怎么办呢？张鲁都打来了，我是张鲁草芥一般，我有一计，可灭张鲁。不叫张鲁小儿吗？他有什么呀？您拿来兵书战表，咱们还没有分析一下各方的实力，就说出这投降之语，这个传出去，您是一方诸侯一方之主，这传出去不好听啊。再说我们这些做谋士的文臣武将，世代侍奉你家，我们以忠臣自居。刚拿来兵书战表，这几人给您出主意，咱们就投降了，以后我们怎么立誓啊？让您人家怎么看我们西川之人呢？他们指咱们吉镇谷，啊，我父母双全，让同行笑我。好，不行。没有那个，不是倒霉。所以您主动分析，张鲁何足惧哉？我说张先生。是，我也知道您分析的对，但我听的可不是这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张鲁真的打回来了，他要攻我西川，攻我西川怎么了？让他几万教徒，再有几万兵士，你来，你让他进来，我看他怎么出去。当然他也进不来，我西川处处都是天险，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还有几万兵士，几万兵士，我派一个人到关口一守，谁也进不来。为什么能说到西川哪儿？四川里边不都蜀道难吗？难于上青天，进不去。所以张松有那么大自信。但是您说的对，必定他来攻，咱们也出个应战之法呀。有什么主意能退张鲁之兵吗？退张鲁之兵那还不容易吗？我有一计出，说出来定让张鲁不敢退我西川。这计策使出来，张鲁连正眼看咱们西川都不行。我正说有此妙计，怎么不敢让他看咱们西川？等他瞎了吧。他这是我的想法，我也没有那计策。主公，我有一计，我西川不费一兵一卒，可破张鲁之兵。张鲁为什么要打我西川呢？臣已得知，是曹操要打他汉中，灭他汉中。张鲁觉得自己事小，与曹操抗衡不了，这才听了他手下谋士之计，谋我西川。我西川什么地方？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它视为于粮仓，视为于基地，站住了咱们西川，站住了脚，它可以以大后方，后顾无忧，再发兵以拒曹操，别等他来呀。主公，您派一能言之士修一封拜书，这封拜书写明了怎么回事。我家与曹操联合，能言之士说曹操出兵攻打汉中张鲁，让曹操出兵从东边攻打张鲁，到时候曹操只要一出兵，咱们西川也把兵派出去，两方来攻，看张鲁怎顾头围，到时候这问题迎刃而解呀、啊、这还不好办吗？不是，他一听好主意啊，先生，派能言之士。派谁是能言之士？干脆张先生，您出的主意您去跑一趟，为国为家，您是大大的忠臣，使个眼色旁边装糊涂，向张先生学习。
能哭都打出来了。张聪一听，行，既然我出的主意，我是义不容辞。您赶紧写下拜书，这是国书啊。毕竟曹操身份要高于你，人家是现在的天下大丞相。写下拜书，把这件事写清楚，让曹操知道。但是要求这封书信的内容要不卑不亢。请谁来写？请张松的好友，蜀中的名臣，也是大文学家法正来写。法正的文笔一流，法正拿来把这个拜书写好，交与张松。张松说：“主公，您别闲着了，赶紧的吧。还有什么事儿？这不您已经出了主意，睡曹操攻打张鲁，我无有后顾之忧，我还有什么？您有事儿别找我，你知道吗？”那个大事才来找我，再说咱们西川也没什么大事，是不是？倒是您爹没什么事儿，您是西川之主，赶紧备下礼物。刘璋恍然大悟，哎，对呀，拜见曹操求人家办事怎么没礼物？说有礼物吗？当然有啊，而且都是好东西。那四川是天府之国，物阜民丰，要什么没有啊？什么金银珠宝、绸缎布匹，从西域买了个名马，当时那会儿的名马可是相当昂贵，名马、药材、裘皮应有尽有，挑了几大箱，挑了几大箱以后给了张松，张松辞别了刘璋，要够奔许昌拜见曹操。临行之时，张松把一样东西藏在了自己的袖口之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呢？西川地形图。他为什么要藏这个西川地形图呢？张松看出来，刘璋啊是暗弱无能，成不了大事。他也是就继祖先之位，承继了这个西川之主。坐得了这个位置，平常所作所为啊，不说令人发指，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本身就是一个昏主，西川之名啊，要是跟在他的领导下得不着好处，早晚被这虎狼之师吞并。所以啊，我要为天下而着想，为我西川百姓的生路所着想，不是我张松卖主求荣，阿谀奉承。就攀附那些势力大，是刘璋实在无可救药。准备好了，打点行囊，礼物都齐了。都齐了以后，来与刘璋辞别。刘璋一看，先生，这次出使许昌有劳于你，你快去快回。行了，有您之计，我也安心。咱们现在该办点正事了。来，众家大臣扶着我，咱们够奔怡红院。我要与我那些非常喜欢的叫什么怡红院那些头牌啊，什么这些姑娘，什么严祥祥啊、李林林呐、啊、什么郭刚刚啊、于谦谦啊、郎平平啊、高峰峰啊，这些美女、这些女孩要共度七夕。好，张松一看我主实在无可救药，挥袖而去，这才引出到了许昌，进了相府，反南张德祖。好，杨德祖，嗨，还在这么找我？我先摆三摆。